好的，今天是12月15号了啦，然后要抽12月15号台府的三峡五义，好，终于联动了。那基本上这两支在 PVE 照理说是没什么用的哦。那白玉堂在 PVP 很强哦，很强。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抽小抽哦，抽一下。好，来吧。好，抽。没有。此时候解说可能明显都单身。乌鸦嘴。不然画什么？画星星啊！可是那个图案是我的招牌、欸，那个东西是我的招牌、欸，哎，你怎么叫我不要画这个东西呢？我从开服到现在一直都是玩这个画这个东西啊，从入服玩到现在644天了，已经快要2年的时间，这个都是我的招牌的，大家都只记得这个，只记得这个图案了啊。有了啦！阿姆斯特朗旋风狼，哦，第一个，哦，第一个，哦，白玉堂啊！哎呀，是不是该收手了？短招没有用嘛？是不是该收了？嗯，还要抽吗？有，我今天洗很多次手，哎，因为我今天在弄那个生锈螺丝，哈，手超脏的。还要抽吗？说我最快，没礼貌。好啦，再来一个啦，再一个绝好不好？听你们的。荡剑四方，荡剑四方，展招是吃衙门的饭。哇哈！哇！究竟会不会30抽抽到第二支抽到展招呢？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有，在下姓展名招，字雄飞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。台服的运气总是比陆服好，收工。30抽展招，20抽白玉堂。谢谢观众们，大部分都建议我再抽一彩哦，再抽一彩就停手。OK， 谢谢。虽然这两只我可能还是不会练，好啦，这一次实验一下了。不要退追啦，回来啦，回来啦，喂喂喂，回来啦，这么戏剧性的影片回来啦，欸，喂，行了吧，30抽，欸，有人10抽中四只展招之类的，高歌离席啊，你就跟买那个航海一样，高歌离席咯。哦，收到就收手了哈，赞赞赞，这样就好了啦，不能想怎样。我这些东西，我要留着抽小青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我要留着抽那个真印跟那个小青哎、欸，好不好？这么多都是要留着抽他们的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抽卡影片到这边。